爷们为了把你们两个嫁出去，爸可是把这挑战难度又降低了，保证今天把你们给嫁出去。哎呀，没问题，特别简单。叔，雷叔，我又来了。又来了呀？嗯，还准时吧。嗯，看在你这锲而不舍的份上，叔呀，今天把这挑战难度给降低了，保证你可以过关。拉倒吧，叔，那能有多低呀？你就放心吧，和喝水一样简单。那来呗，随我来。老二呀，啊，只要你在12个小时之内把这250杯水喝光，你就有机会娶我的女儿了。哦，这250杯是不是有点多呀，叔？哪儿多了，一点都不多。12个小时之后，我们再过来。磊叔，为了秦青和娜娜，我拼了。唱啊！加油！加油！等我啊！啊，加油！250杯水，12个小时，1个小时60分钟，平均不到3分钟我就得喝一杯，啊，那得抓紧时间了。怎么还有这么多？啊，才喝这么点儿，继续。这都6点了，才喝一半。继续。1个小时，我肯定把他们都喝完。再给你10天，你肯定喝完。快光棍去吧。那再给个机会呗，雷叔。开饭啦！别急别急，排队排队排队，打什么码呀？厨房有新规定，一天就是变个法的不给我们吃饱饭。对呀，我只想简简单单的吃碗饭，就这么难吗？行了，说吧，有什么新规定？一笔画的汉字，谁写的多，谁就可以吃饱饭。哦，谁先来呀？老汉，你知道我幼儿园都没上过，字儿也不会写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？就这样，还想吃饭？吃屎去吧！娜娜，可以了吗？就你一个呀？可以吃饭。那下一个。请付，也是一个呀？啊，棒棒，来下一个。上来了。这是啥呀？
这个字儿不认识吗？还想吃饭呀？吃吧，那下一个啊。写完了是不是？这个数字挺好了啊，歌文滚，鸡绝绝，福佛无福，怡豪主啊。你说你干活不咋地，这写字还挺溜的。以后呀，吃饭管饱。啊不，凑出来呀。好嘞，够了，谢谢主持人。时间没见、啊、是呀，这么长时间见一面真不容易啊。磊哥，你最近忙啥呢？咋头发也没了呢？哪儿呀，这是理的，光头完事。帅，乐乐干嘛呢？你这是干嘛呢？你这是忙的吗？工作的吗？忙什么呀？从小就这样，我最近在医院工作，整天可闹心了，事可多了。你们俩啊。哎呀，各位老同学，好久不见啊！哎呀，二哥来了呀，好久不见，二哥。今天二哥组织大家出去旅游啊，今天一切消费二哥买单，各位老同学放开了吃，放开了喝啊！哇，二哥还是那么帅。哎，乐乐，你怎么还是这毛病啊？上学那会儿就这样。是吧？马上就出来玩了，你们先聊啊。说大家好不容易出来玩一趟，你成天抱着个手机。跟大伙儿交流。热大新闻，精神病院逃跑出一位精神病人。哪儿？出来个精神病人？我听一下啊。这位精神病人的外貌特征：大背头，身高1.80米，身穿黑色皮夹克。啊，就是跑出来个精神病，说这个大背头，穿个皮夹克，1.8米。啊？这。怎么跟老二似的？应该不能是你吧？那怎么可能？你看二哥这气质，那能是神经病吗？真不是啊。是啊呀。不是。这位精神病人的号码是22号，你喊22号，他就会不自觉的喊到。22号。到。啊。啊，不是啊，我意思是啥呢？咱们马上就要发车了，我先把车倒一倒啊，倒车啊，倒车，哎呀，烦死我了，赶紧走吧，咱们准备发车了啊。二哥，这好久不见，听别人说你混得不错呀。什么叫混得不错？我跟你们讲啊，二哥那是混得相当好，最近二哥在非洲弄点小生意啊，赚点小钱。家里头那是豪车无数，什么奔驰奥迪都是平时用来买菜的。哎，哇，发展的这么好呀。还行。等一下，我又来了个消息。这位精神病人的最大缺点就是爱吹牛。不是，真不是你啊？那当然不是我。你看这啊，宝马奥迪，平时买菜的车啊。啊，真有呀。哎，那就行了，哎，二哥，我看你这衣服这料子不错呀。哎呀，乐乐，你真识货。乐乐，我跟你说啊，就二哥这皮夹克，全部都是鳄鱼皮的。哎，你摸摸这手感，这缝线。都是大师手工制作的。哎，说起这个，你看看我这皮夹克，这领都是著名的苏州刺绣。哎，这丝绸不是有钱能买到的，我跟你们讲，这好东西。行了，咱们准备发车了啊。哎，人呢？
哎，还好这儿还有一个。哎，你谁呀、啊？问你话呢。怎么的啊？不给二哥面子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是你。